想跟你们讲的是，这个开始来介绍一些英雄哦。那这只是影，哦影，我们今天就要叫他全体了呢。哦，一样可以做一个升级。那这就是我们的影，那、啊、影大师影哦。那今年刚才给你们看过了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赶快来看一下实战。哦，所以这手就那么好玩哦。啊，实战在这边。哦，但每天打一场对战也是很重要的啊，非常适合演示的手游。我给你们参考一下这个音哦。OK，然后我们再对战一场吧。嗯，怎么了？那我可以放这三灯吗？啊，还有人这样子哦。因为他要求公平啊。所以蓝色再一次的意思是吧？嗯，官方其实希望我们公平一点。哦，所以最后就是三只上去打，可以再加一只吗？哦，这局真的好好玩哦！太公平了，最喜欢这种游戏了。来，我们继续啊，触即发。嗯，这边自动开起来，这边可以用一些表情啊。头上的那个新的是哪个国家？有扩音了，哦，那就继续跑上去了，太爽了！啊，你最近看一些奖励啊。7天奖，这个是这个应该是宝箱奖吧，爽耶、欸！太爽了这个游戏。啊，对，大家可以来玩哦，然后公会可以加我的，可以加我公会。